这个看迄个十个迄个电影十个吼，有一个桥段，摩西啊到西奈山山顶，伊甲上帝对话，但上帝伊是因是用天地出现，上帝就咱长老会这焚而不毁我的经济，焚烧的基理吼。啊，摩西在问这个基理，我问上帝讲，啊你是什么人？你是谁？你定有兴趣啊？我唔知道中文安怎写，我未定啊吼。我是看英语圣经的。摩西讲 ：“Who are you？ 你是谁？”我在上帝回答 ：“God's good。I am that I am。”还是用英语 ：“I am who I am。”我发到中文。摩西问上帝讲：“你是谁？”那上帝回答讲：“我是，我就是。”比如说 ：“I am that I am。”我是，我就是。那底下翻译教我，意思讲我是，我就是，我就是现在存在，我就是现在存在。但伊无同我讲到，我就是现在的存在。我是，我不是，我不讲到两摆，我就是就好啊，对吧？我是 I am， 啊，我强调 I am， 哪来 I am？ 我就是，我就是。咱人是存在的，活在当下就是。啊，其实这句。那边也写他该写的咯，过去存在，现在存在，未来的存在 ，I am that， 真理上的意思啊，这第一个故事。第二也是咱为主流开始的作写这个雅各的故事，雅各跟各个争这个比赛，哦，因各个比赛，世界上痛苦的是啊比赛，你看这贵兰公司啊。我可能大财团就好，王英田甲张万，这张万拢在对赛，我比赛赛。世界上痛苦的就是何里？兄弟对赛，比赛赛。所以讲要走啊，走我咯，走个走好多个是啊。伊唔代表哪样？伫旷野困伫一个石头顶，哦，困伫石头顶。啊，迄个做一房，这房拢咱位细汉开始读。就一个楼梯一天梯啊，啊天晒过迄天梯，起起落落上上下下，啊上顶头头上。咱虽然读的圣经，可能主要读的，他们讲比较介意看，什么意思？做一帮，难道上痛苦的时候，你的亲人比赛，为了再上比赛，啊走无路，困在石头顶，表示伊讲连镜头拢无啊，啊是顺便咯。看一天梯，这是外界头，人的尽头，人的尽头是宗教开端，人的尽头是宗教开端，何必杀？都该走无路，这第一个。第三个故事啊，第三讲咱信仰内面耶稣要上伟大的使徒保罗，保罗是足骄傲的人，伊就去再了解，了又三条件。第一个，伊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犹太人正统。法利赛人，第二啊，伊是迄个时代上好的大学毕业，大数大数，啊，伊老师叫加马列啊，加马列是上好的学者，伊是正统犹太人，就是迄阵上好大学毕业的，也是上好的大学。比如讲，阿美国哈佛也是耶鲁同款。第三，伊阁是一个受上好希腊文化、希腊文化影响。伊伫圣经阁所讲，迄阵个官位是希腊文，你看，正统犹太人阁受上好教育出身，啊，阁罗马公民，伊老爸老母拢罗马公民。啊，第四，啊，阁会晓民族流利个希腊笔下来解释。无人直接调查到，所以为啊，亚历山大到大马士革，等叫叫大马士革罗马圣殿，被迫害伊个路时阵，上出名故事嘛，伊个望龙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做一下，伊才会被引导，才吹伊才画，啊，这故事咱也好在卖讲，咱人啊，我做这个。你上好的时阵啊，突然就了解你讲到，
你知影小小鱼买卡一千米哦，一千米三竿啊，吼，一千米啊，啊，然后伊叫伊阿拉伯山无去修炼啥，即学校话，当你上课的时阵，有特别了解你打碎现天堂，把极破天打碎。我用这句话告诉侬，为摩西甲上帝对话存在，我真爱存在，啊到人的尽头是上。是宗教开端，到你上课时阵去考，或者去画。我本来是读历史，我才讲一个社会跟演变，一个文明的进步，即个即是我讲的地方。公平、人文主义，我用这名词啦。我今日用这短短时间啊，我来讲，什么叫做公平、人文主义？其中有受到基督教、罗马的规定。甲基督教三个影响，然后偏向基督教对现代你做个公民，做个世界公民，你不足够，我做做袂到遮，所以我负责我关键目标变成信仰，听到？公民人民主义，哦，我先画，刚刚画的，后来我一个故事都画的。最近由美国这个地方，我个人，台北人变成告诉我，美国人讲这可能是美国来整理来上，我一定要告诉。当战争结束，北军的领袖叫格兰特将军，南方总司令叫 Robert Lee 李将军，做什么李将军？因两个都是西凉军校的同学。所以北军甲南军的两个司令官坐落来讲条件，啊，北军也未无条件投降，啊，南军的投降的领袖 Robert Lee 李将军讲，同学，我拜托，你无条件投降，我只有拜托你一个，啊，个人就讲什么？阮南方的兵啊，军官兵啊来做兵的时阵啊，因砍的背哦，砍的背。不是政府提供，是你个人自己看。你去那边解甲归田啊，要回去啊。你若无买哦，你要无看买回去啊。伊无买通花买车，无买通建厂。你若无看收回去，大家等于做法，无法想做。啊，不然是讲会使。我先用这個故事啊，当一个。国家也是一个组织，已经破败到什么地步的时阵 ？Robert Lee， 你将军一心无得到，无得到特色，你肯话无个特色，伊到是乱进。但是这时阵并不是想到家己，伊想到部下，我只部下要转去，因咩啊不行，心中。哎，这告诉我是为我为丘吉尔，丘吉尔断言。离开上，你看嘛，当一个组织啊、社会啊、国家上已经上破败的时阵啊，你做个英雄，李将军啊 ，Robert Lee 啊，伊会想到伊个部下安怎想？我请教咱遮有做侪企业界领袖，这时阵伊是好无形象，但是像 Robert Lee 徛在上帝前面，也是跟咱讲迄个财主。有想这拉萨路，安怎去？拉萨路另外一个拉萨路嘛，也是拉萨路啊，对吧？这另外一个人嘛，哦，哎，耶稣拉萨路出来，哦，我咧耶稣，用闽南话拉萨路出来，这个是典故的，哦。为什么哈？公义甲慈悲，都是一个领导者上要来的眼光，我慢慢画的哈。咱这台湾经过十二年竞争问题哈，是第三摆。咱社会目前可能上需要，就是领导人、政府领导人啊、企业，还是每一个人民领导人的领导力。对，领导做意思。任何努力啊，把弄一点，领导。这一尊点
这些创新，哎，这有点怪啊！这每一句话后边拢有意义。哎，你着啊，啥时阵尊敬，你着是。我讲第二个，政府这里有加个问题，加个问题，加个问题是因为，但是也礼金啊，治根啊，来自拉丁语，就说 governance， 下面一个 governance 就舵手意思，舵手，哎，尊敬我舵手。所以，近乎就是这些尊敬，印度教这些尊敬做舵手的意思。你做舵手，你若无关键甲目标，你变哪做？所以啊，当这一切七六年啊，你可能是做得到，就是宣布独立。那时阵，华盛顿也是总书记，总书记。即句多是咱台湾国情上书，你懂吗？即下是培养领导者的领导品质的时阵，现在是培养国家领导人品质的时候。即句话多是咱台湾上书，现主席上书。现在是培养国家领导者素质上好时阵，即第一。他那么开心的，所以第三任总统啊，杰弗森，伊嘛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弗森，讲啊，美国过去所进行是军事革命，咱现在还继续第二摆革命，叫价值革命，价值革命，所以他起草美国宪法，美国宪法是1776年左右，是1789年以后的事，哦，这故事我白讲拢。1776独立，但到十年后，他透过大陆会议，你来去飞到底去啊？去费城啊，吼，费城就是迄独立，那就迄十年以后的事。第三任总统就是讲，美国宪法就是建立一个价值观，所以弄下人类生而自由平等，那基本好。1789宪法奠定以后，还无到100年，1860年，为了波兰问题，林肯总统不惜发动战争，捍卫这个价值观，因为南方国就要独立出来，伊敢讲我为着要捍卫这个价值观，我袂使讲下一遍，宪法毋是下一遍，所以不惜。不懂，南北战争，好，四年结束。有一电影叫林肯，你看，林肯，你来，你嘛，你做来讲，就林肯啊，林肯传啊。过过一百年，一个欧拉美国领袖叫做马丁路德金的马丁路德金金啊，就跳出来了。伊对别人讲，美国宪法人民主宰，人。人是心，人类生而自由平等。拜托，机票车对现，这就是1960年来这个美国波兰民主共和国，请你兑现支票。到1964年的丹森总统，通过这民主共和国，好，波兰再到到以前是波兰文化岛国，如今被南方了。我意思讲吼，我用美国做简单的例子，我解释一下。回到咱政治学上根本的精神，咱认为啊，第一位写政治学家就是希腊时代这个哲学家叫亚里士多德，写这本书就是政治学，这本书叫 Politics， 但从政治学这里开始讲。我来引述一下讲，我引述一说，就是来说，政府上还是领导上，你安尼讲，国家存在的目的是啥物？就是让公民有更加美好的生活方式。政治领导者必须扮演指导人民宪法精神的角色，
进伫甲上帝当地，用予伊个人民中间设立道德个典范，也就是有品德个信德，甲圣贤个标准。我刚刚都讲出来吼，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使公民有更美好的生活方式。政治领导者必须扮演指导人民宪法精神的角色。政治家最渴望在拥护他的人民之间树立起道德典范，也就是有品德的性格与善行表现。我应该说啊，但我听无。但今啊，就十二世纪就十年以来是有一个下降，无人比伊将我所讲的亚里士多德的这进步存在目的、企业存在目的、组织存在目的，上国较无解释，我来解释，我来淡定吼，淡定。伊是一部著出名的神曲吼，像咱咱大陆咧唱神曲，伊安尼讲，我很捌听过两样吼，确实吼。人类最高利益是安居乐业。公益哈 ，righteousness， 公益是利益的推动者，而慈悲则是公益的最主要推动者。必有慈悲，必有公益。你要从但丁刚才说的说过来，进步存在目的，就是推动上帝国的进行。公益 ，righteousness 啊，主必 mercy。反过来讲，你要从我所引用的，不管是爱斯伯特跟但丁所讲。公益甲慈悲，就是你做领导者随时啊，你十四点钟个时刻，你有将你两个精神贯穿，包括你家己个企业、你个公司、你个家庭，公益跟慈悲，伊先用戏剧可能活在做出名经典，这是我所讲个单边个神曲戏剧，伊描写一个人。对路，然后对路嘛，哇，这淡定了。但是啊，这主角，伊透过这个淡定这心胸，伊对路到第一，如何一步一步走向天路的故事。因为这主角拄啊拄着一个查某囡仔，叫 Patrick， 一路带伊爬到天路。所以我始终觉得。我喜欢讲过，输赢的无，你错我错就知影。输赢的无，你我第一次错，桂林做创业吼，输赢的无，你问看卖，你敢用讲输赢的无？当然我做道理哦，哦，输赢的无道理哈。啊，可是我早卖讲啦，桂林叫真的是最好，两个都差不多，也真是，也是他也是幸福小女人嘛，小确幸，啊、哦，心跳。神曲就是这个主角拄啊拄一个女性，一路为伊为地方发展工作。过偌久啊？到十八世纪，有一个德国的大文豪，那时候叫盖勒，写出发出名，伊嘛写出戏剧叫《浮士德》啦，叫 Doctor Faust， 叫《浮士德博士》。伊描写啊，这老教授啦，七八十岁退休啊，干这个什么？人生都要结束了，什么拢无，所以描写一个，已经要退休啊，什么六七十岁教授啊，好人生要结束了，什么拢无，阿边喏，故事上，这个主角叫达克·福士德，福士德博士，啊魔鬼，魔鬼啥也袂做，叫一个小咖，叫 Lucifer， 一个小咖，一个小咖的小魔鬼啊，叫 Lucifer， 路西华，你信不信我这个人？啊，我这个贵人 Lucifer， Lucifer 啊 ，Lucifer 在车里。用福士德，你人生要结束啊！我你讲，你的灵魂啊，你就啊，我来撒旦的等量做等，你灵魂我来给你等，提起等量去等，你灵魂我做等哦，你要啥物有啥物，你要钱、要钱、要关系，我拢给你。那这继续描述，啊，过年就拢。但是嘛，对路到底，啊，这时阵，浮士德，嘛都拄着路线，叫玛格丽塔，就是咱今日四位做的玛格丽塔，跟你相关，玛格丽特，哦，英国玛格丽塔，啊是啊，这玛格丽塔该同流合污了，
干干净不敢换，所以教会两个啊，不管不是的干妈格丽塔，用继续坠落到地狱。我头先报出来讲，哦，苏娘你报出来啦，我讲你，你看这查甫人情不情白，你换一个家庭吧。我下回结婚全部先做这个，哦，这个故事是西游是戏剧上个故事。我会讲，你善甲恶是你一念之间，你可以选择。上帝有你意志，有你可以选择。好，这个选择你建立一下。美国总统啊，我就想未来是华盛顿甲林肯这个，但这本来绝对是杜鲁门总统，杜鲁门。伊是大意啊！你讲，我是用价值甲信用去领导国家。用，我是用价值信仰领导国家。外领导国家，你有用你价值信仰来领导你的组织，还是服侍人，还是过日子生活？好，我话题到这，我开始来解说，什么叫做公民，你们注意。我头先拢是话题。第一呢，你做这人，做这人来公民。台湾人上心里感受，你若经过过去微观时代，别是恐怖，你更加感受。国民人民主义第一点建立着自由、民主、平等。自由、民主，我是讲我解释简单解释吼，什么叫自由？自由是你家己在选择选择，所以自由的核心就主观。啊！咱台湾人可能讲主观决定，自由大家拢爱，啊，主观的好个决定，自由、主观，有一部你的责任。自由，你有自由的核心是主观，啊，主观你决定以后，你后一步你有负责。所以，咱社会缺乏是这责任感，啊，我决定好不来。规段叫做事后不理啊，哦，事后不理，哎，好，有这么一个事后不理，我不爱来形象，第二个是自由民主，我是你，你个他，西方思想书上进书，民主，我到尾我定义下，我跟大家讲翻，民主就是内心孤独的自我控制，这是我的解释，你该喜欢不理。民主是内心的高度自我控制。啊，另外，我刚刚去过解释的话，圣经，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做。啊，如果上帝是完美，咱人的灵魂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做。所以，自由民主。我讲个故事，咱我是咱两个出的美国。我甲美国囡仔，因为我美国，我两个囡仔是美国出世，所以我特别注意美国。叫我不爱的哦，伫加州吼，囡仔坐脚踏车去小学，我有做这事。囡仔甲讲，我囡仔小学时阵，我骑脚踏车去学校，校要求我骑脚踏车，爱戴迄个帽啊，哦，就是，那是我。啊，而且校规定哦，讲你到校门口前。五十公尺，你袂使徛落，爱转脚的，转脚的。啊，这无道理，因为你唔通落到内面去弄个啦。啊，我去观察，伫学校门口五十有一个，咱讲导护爸爸职工，我发现一个老板，哦，足歹，你来囡仔来到遮老无？你若坐咧车塞到遮咧老无？又臭又麻烦嘛，给臭又麻烦。这就是吼，这个法律，啊，我跟你们讲，这项规定，你若讲法律，加州法律规定的，哎，这有这法律，我是不会逃。我过来讲，你法律规定讲，你校门口五十公尺啊落来，你自律。但是你若过五公尺，你无落来，有一个导护爸爸作派。
我意思啊，你就这么你臭你妈又滚下来，那乖乖的落泪，就取自律跟他命，你不能取代自律，那你来他命。主有名主灵，第二，这个感应的地方，来第三部分，阿婆，公民论人文主义的第二篇，就是政治民主、市场经济、甲公民社会。我时间，我话你讲细节嘛，政治民主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上边头讲嘛，就这样讲，创造性破坏。创作性破坏，你要英文这社会不断的创作性破坏 ，creative destruction 和创作性破坏。咱台湾上看别个是国民社会，英文叫 civil society。咱政治经济呢，在咱社会迄个人文素养、公民人文主义，咱这个乱想，大部分是咱的国民社会这稳定性达不到，因为咱无经济的贵死。譬如西方这个文明复兴啊，宗教传播的，我们所讲的公民社会、私有所生，虽然台湾比起来，那比香港、澳门跟台湾较好，不同的。来，公民社会，这公民社会就是吼，就社会进步相当关键。第三，公民论人文主义建立的人文素养跟宗教关怀。我人比管理大师啊 ，Peter Drucker， 彼得·杜拉克讲上过，领导管理就是一个人文素养，这是伊伫迄个一本经典啊，管理的实践一本最讲，叫我讲到好，用领导管理就是一种人文素养啊，讲得太好，啊，宗教关怀，要有宗教心，我认为。因特别是观光的，是无人看。你信心的状况，你想怎么话给侬？我是只要讲我听你说，你做来看，你的灵魂素养跟宗教观。各位知影，希特勒吃素，你知无？希特勒吃素的，啊，吃素等于吃，有很多吃，一些吃素的，啊，一吃素。我过来讲，你俩这个观，你俩这个一起无神论者，你俩哪怕你吃素，吃素，希特勒吃素。但是你若无一个理论，看个宗教说，你晓得什么做啥？你不认真，无人比哲学家康德哦，康德讲上过。伊讲哦，教育有四个目的。我拄仔在台湾时阵，拄仔李远哲院长开始教育嘛。我讲，喜欢台湾教育改革，拢是咧局部性、拢先头问题。那我大哥康德所讲，我来讲康德所讲的教育有四个目的：一、学习遵守法律和定数，学习遵守法律秩序 （law and order）。啊，各位第一目的哦，遵守学习，那学习遵守法律和定数。第二，处理好人际关系。第三，培养认真打拼、勤俭的习惯。第四，做品德的人。那我再把讲讲出来哈，学习遵守法律秩序，处理好人际关系，养成勤劳习惯，成为有品德的人。啊，康德讲，遵守法律定数是做文明的第一步。处理好人际关系，认真拍拼，坚强，这大家大拢明白吼。第四，做品德的人，这个较好。所以我时常我阿囡仔讲，我家己囡仔是我是要做伊讲，你老三唔够，品德第二，啊健康第二啊，第三够好用，你看，你加问你家看卖，你若品德第二，第二健康，啊你够学术素养，有素养较够啊，够。所以一个人，一个人要教育，啊，你不能要教育，啊，难道是讲说你不能教啊？这是来自一个人讲，标通，就是人文素养跟宗教。所以啊，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啊，伊嘛讲教育的定义，我用简单一句讲吼，
to be 学做人 to do 学做事 to learn 学习怎么学习 to live together 学习跟怎么跟人家相处这个很简单呀 to be 学做人 to do 学做事啊 to learn 学习怎么学习哎，还是嘛现在还是别人学习怎么学习那得是 to live together 学习跟别人相处这联合德国教科文组织对教育已经比你阿甘看得完全赶快好第四哈、爱了解就比较好赚了哈了解多元精神甲包容的态度多元精神甲包容的态度我估计咧哈我写作后评论里边我建议对整形外科做医生不然你进来做不惯你讲吼，做侪迄个囡仔出事，伊是小儿科的先生，做侪储存呐，哦，然后积水去积水嘛，哦，所以这个单位做海鲜啊，我告诉你，积水加米粉，你捌听过？化黏黏呐，这个就是你这个是我跟你说啊，积水加米粉，积水加米粉化黏，这个是我跟你说，它等于储存。搞诶，嚯，阿啥做侪储存做侪？新生的做怎么办？你不能一个追踪啊！再当妈妈，金就宝宝弄越变越挖人心里嘛。你怎么会能够好啊？你要去北浦啊，那个新的官报，客人真发火。你超过下晡五点哦，你敢多行哦？哇，规路拢是越变，你想讲这小机构，我讲哦，几机构当中啊，我都讲啊听。你这些社会阶层都比较低，大波一般也错，也错低嘛。先讲一下，啊，你靠低低，你怎么是你错哦？怎个错越还是？好，问题啊发生了，我这医生肯定最终嘛。现在越来新娘给来时阵啊，因岁啊，的时阵还是妈妈，就经过越战，那他完全跑不掉。美国伊都在震惊咧，我有越共兵也起来了，有一关那个什么 ，Toxico 跟那个有毒在那个 Orange， 橘子哦，橘子 Orange 战机在杀在压，那球都要弄到了，玻璃破上面，啊，等那球在战机哦，橘子啊，嘛压落底下的稻田里面死，土壤渗透，所以这囡仔哦，可能妈妈怀孕还是一岁啊，拢食这蜜瓜。哎，这毕竟有毒在进来，造一些毒来。哎，这假的对吧？是伊拿个毒出，所以你绝对无想到，这我这这朋友发现，你绝对无想到讲，譬如讲，即个每台湾即个囡仔出事，你看七个即个哪里？每六个出事的囡仔，一个人每六分钟，你妈妈。入配、外配，哎，废话讲，然后我赶快啦。你我多少头红了哈？你若头红，他皮给阿我听。做文习惯，那叫别生外佣，还有国际移工啊，就国际移工。既然现在打个农民，始终都主流嘛，别生外佣啊，就国际移工。六尊农民，譬如我画一寡雇佣主啊，明明咱印尼拢是十亿别生产。一些信回头，那你就又讲哦，叫什么日子过了？请问爸爸，问爸爸输吗？啊，打败拿到位，弄主餐了，问爸爸得不得？哎，得给这你搞包的，打败了包了。后来然后问爸爸讲，哎啊，我说你写那爱讲给这，是啊，我除了定义用哦，你别再讲你了哈，只我谈提给人家给这都难好写。哎，这款小节要注意，就这个小节，懂？这个是多元精神跟包容态度，无人比甘地讲过较好。甘地吼，伊多一点个可能是是受一个心术训练啊，做个书啊。你台湾，伊讲个当来印度是啊，各位印度会员你知无？五千会员，五千块方言，哇，比中国瓜侪五千种方言。爱就怎讲？伊做个明白有四个。这些台胞都是重相关的包容精神，
尊重、理解、接受、欣赏。但对台湾这样不敢看的文化，不敢看的宗教，你说，不有尊重，你有尊重就理解，有理解你会接受，会接受。中华可能相对较无，较难做。像我讲啊，我好物件啊，我是讲我看哦，我听听我听，我迄唔在泰国啊越南，我讲咯。还是你去中国，台北中国，那缅甸街啊，泼水节啊，哇，还有个什么小两光啊，你看下，你开始要接受无同款的嘛？你比咱到大海外哩，当恁到美国也是，加拿大哩做，到美洲哩做，到销售民族是，你就知影什么叫销售民族啊？我想你加拿大等下过了解嘛。我出来我另外讲过啊，讲过一个，在台湾第四代的阮啊，第四代哦。第四代，原来啊，过去啊，日本时代吼，迄日本总督府为了要控制这个山地，所以讲伊拢派警察，再来警察，日本拢无，哦，日本时代早期拢，拄好日本人占领台湾时，伊要控制山地，兵力较简单，兵力因拄好因控制啊山地吼，你知影，普通本州里来拢。四国啊，幽州的较散所在，散警察啊，兵啊做了做警察，啊警察娶某，啊想讲要来吼，对。所以咱伫华莲村的日本村拢是为四国来，拢四国，真多为四国来。啊，这日本警察来以后，就是进行，叫做吼，就是叫婚姻政策。日本警察硬叫你娶一个官，譬如讲武侠。某一个部落的头目的找囡仔，你给他刷，这是重点还是婚姻政策？好，啊，咱知影讲1930年这武侠事件，真侪日本警察便宜，爱太太是关主民的公主啊，爱囡仔，哎，啊，有一个作家，就是因阿祖就是用台戏，然后因为伊是日本人，写一本叫《流转家族》。流转就流转，你离故就流转，转来转去。那恁恁如果讲干么多，恁弄来弄去，唔知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还是怎啊？流转家族。啊，我问你第四代，你什么？你是什么？你讲我好离婚，你是？你咪讲离婚袂好？啊，但是我是台湾人，你很尊重伊哦。你讲我好离婚，你是？你是离婚，你哪做是离婚警察啦？虽然死啊。我是堂弟叫胡宗义嘛，以前是农委会派出这个离婚的农委会代表，他以前在负责推销表达研究啦，但也不能对外讲，因为研究，哎，我换一点书下的故事，跟五七百人家是静冈县这个管理推销这个，啊，你不能做，无是咱研究作秀嘛。日本人很少吼，是切四五一，每一条香蕉去超市买吼，一条香蕉切四五十，啊，大家分。啊，伊讲吼，有些阿嬷吼，伊去描写讲，伊就馆长请来食香蕉，所以切四一块香蕉切四五十，啊，是阿嬷食了在哭。啊，阮这堂弟叫胡宗英，伊也叫啥伊 ，OK。吃香蕉是来考用。我细汉在台湾大汉，我吃香蕉，我想我细汉在台湾的故事，我嘛是台湾人，我真感动。所以我有一个迄个弯身回家，你看到电影《弯身回家》好不好？你看到印度旅游，这印度在日本人都弯身的台湾出世的日本人，那观众真多。因为每一个问题，大家拢答案差不多哟。你想来讲什么？你想笑来台湾什么？你想你在哪里讲？想笑来台湾差异问题，台湾来讲，问十个人讲来讲，你想笑来台湾，台湾想笑来差异问题，这个未来的好，其实哦，你来去好好调查，日本人的1950年造谣，上少有2万多钱，我讲。
爱作证啊，大灾是别本人嘛，炸机，所以干脆说地下教，拢变成地下教。像我应该啊，伫阮南门教会，有些妈妈就别本人，爱往地下教教我知。这个是隐藏历史。我过来讲，原住民应该不能过水哦，阿家过来是储存过水，你有等下这多样性哦。好，第五哈，你做一个公民，这是外国国人和平的人国民的基因，三三保证，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那换作那虽然他现今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那虽然我谈一步啊，他等到我大谈一步先哎，和人和睦的人国民，你谈一步先 peacemaker， 原来是 peacemaker 和平缔造者，使人和睦的人有福的 peacemaker， 无人比。康德讲过啊，我时常用康德讲，你做是基督徒，你的灵魂主义就是使人和睦的人。康德啊，你讲，伊写一本文章叫《永久和平论》啊，论永久和平。伊讲永久和平有两款，一人一块是倒在亡命里嘛，永久和平嘛。另外一块是你做一人，用。追求永久和平是理性的最后目标，也是一番道理。追求永久和平是理性的最高目标，也是一种道德义务。我想这番就不用再说。好，经过这五个定义后啊，我重新搁较深的探讨啊，我话过来探讨，内涵是啥物？咱虽然有圣经的时候，他约翰福音啊，讲，约翰福音破题讲，我就是道，道成肉身，道嘛，啊道，他袂讲是为老主着国，因为翻译圣经人袂晓翻译，道成肉身嘛，啊我来一场，道什么意思？啊这道是老主的道，道可道非常道啊，这是道，这是道教是老主的观念，啊现在破。约翰福音有道理，你去查吼，嘛是一部圣经，希腊文叫做 logos，logos，logos， 就是咱用 logic 的字叫做 logos，logos 吼，用约翰福音叫做道，道家落心啊，道家落地，伊是 logos，logos， 啊。勉强翻作中文叫做理性甲道德，理性与道德，什么意思？咱人拢有番道啦，伫心内，这是老祖的道吼，这理性甲这个描述来做一点。什么叫道呢？什么叫 logos？ 咱人啊，对是非对错、善恶、公正有一个判断。人对是非对错善恶公正这个一概判断，你中华人甲台北人还是带南美洲一个印第安人同款，绝对拢。你是人，你就会判断。logos， 第一点。但是 logos 佫进一步吼，佫深。咱人就是见孝心嘛，羞耻心，正义。这种去了伊，羞耻心吼，引入个，我讲去了个 idols， 啊，这个叫 dike， 就有点可。2500年前吼，波斯啊来拍希腊，波斯啊军队是希腊的50几倍，啊，竟然啊希腊甲波斯甲拍，迄时阵就希腊军队。来从这个渐进的速度做个记载，一本册叫做《History》，各位不知道怎么个英文前文，一本罗马古历哦，因为男主角呢，伊就找一本册，就读一本册，记录到一本历史。哎，这一查下这战争，哎，啊，阮希腊谁来先拍赢对方对敌50倍？伊讲，因为咱希腊啊，有见孝心甲正义感。你烧钱的时阵啊，你袂使走，
你若走会用笑，回来人袂使讲，你走无打走。敢若你去市场，你若凊彩偷摕物件，你恐怕你用笑，见笑心。讲你笑一个是唔敢做，只有见笑心。啊，佫支持你有正义感，笑个正义感。咱笑者是为着咱的价值观，为着咱的家庭、咱的社会、城邦吼，咱的城邦，为着国家的价值观。所以要站，所以伊讲嘛，希腊的民主吼，咱知影希腊民主，雅典的民主是神民主的标准吼，就是来自伫理性角度伫内面搁较深的，见孝心，你爱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再一个，你看到社会是非对错、善恶公正，你要站。就是 logos 变消息，啊，这样讲。第三，我引用这个康德，其实你老师，你老多康德的电话，切了一条蛮深。康德到晚年啊，是想要被你活到八十三。康德是绝对的自我规划的人，伊大概三点半吼，就三点半以前就去散步。准时哦，所以伊住迄个城叫肯尼斯堡吼，即个位置是波兰。伊三点半散步，三点三十五分、三点四十分到倒一个门口，即个窗仔口，迄住户是看伊经过门口来对时啊，伊看无准。伊是准时三点四十三分经过门口，三点五十分经过门口，啊，伊个厝主看快过就知影小准。是绝对自我规律的，自我规范康德嘛吼，好，伊八十三岁，过身前甲写一篇文章，上尾一篇叫做《人类的天然的宿命是啥物》，伊问这问题哦，第二个就问问题哦，人类的天然使命是什么？我请教你，这本小小的这个文章，一句话做结论。人类的天然宿命，就是为下一代赢做更加美好的生活方式。啊，我拄仔讲个所在啊，肯定都共款。他袂讲咱台湾人吼，三不三，两不两吼，但是啊，那为了下一代拢是讲啥物对？啥物拢信，但咱为了下一代的教育吼，拢敢开了，爱开就开了去。你想到下一代，你要教育。我想咱在咱台湾人信，咱台湾人信，咱台湾人最好一点就是讲，咱人的天然宿命，天然宿命都是为下一代赢做更加美好的生活方式。好，下一步，你做的人对社区、社会、教会、组织、国家都要有关怀。所以啊，后来应用这个。来说的，我一讲啊，一讲出来做出名。讲我是雅典人，嘛是希腊人，嘛是一个世界公民。这个讲得好诶，我是等于讲我是雅典人的时候，哎，我是大上海，我上海，对，我在地即上海市，我是雅典人，我认同，这是我的，迄阵叫 polis， 就城邦啊，就讲咱上海市啊，上海县。我是雅典人，你有你的认同。啊，什么？我是希腊人。但在那个时阵，希腊是文化艺术，所以那个英国诗人在拜伦的 kiss 中讲：“我是希腊人 ，I'm Greek。”就是说，我爱做一个有文化素养的希腊人。我是雅典人，我有地区的认同，本土的。但我是希腊人，我是文化的。第三，我是世界公民，未来面。我中华啊，中华市中华关对台湾对社会都对全世界关怀，你是一个世界。第五，咱咧教育主题时吼，要强调，正甲我同你好多讲，基本上，我发觉在草根组啊，靠我这两家，较袂讲吼，我是我的小姐，咱台湾我会讲。可能在做罗岗国，你爱听无？你无看台湾休假上侪，
我想做，但我想教我同学，但你有必须得付出。我还没讲，我已经讲，哦，我还没讲。我想把伊带带下上课，知道无？第一百认真，三分之二认真听，三分之二你划手机啊，到上面拢咧吃鸡排，搞手机啊。啊！你下面播，你的手机该天天就照。我一告，我一告诉你一个严正事，用这样做告诉做坏做贫贱钱，你讲我更不是你六十五岁退休时了，变孤独老人。所以我今早为大家照过哦，我还做孤独老人，六十五岁退休孤独老人。咱对主题我爱强调的是，无人比这 Max Weber， 伊是美国社会学家，伊所讲，讲哦。专家，专家就是热情、责任感、判断力，还有热情，好、哦、健康，看法。最好我讲做电做电子嘛，我不会提供提供。我包括市场经济就是创造性破坏，这是真的。再讲二十世纪上一代一个哲学家约瑟夫·熊彼得 ，Joseph Schumpeter， 我看到他给你们在。咱讲迄通货膨胀 ，inflation， 那个伊发明个啊 ，inflation 就是伊发明。伊二十五岁时阵啊，我为维也纳大学去做物件，伊二十五岁，伊发一大弯。伊讲伊五十岁的时阵啊，要完成人生三项目，人生三项大事情。一，五十岁以前啊，你真侪欧洲查某人心中上伟大的精灵。我讲现在做个这种艺术哦，欧洲美女心目中最伟大的情人嘛。我上面我靠，现在还不知道是为什么人生之恋是什么艺术。我靠，现在我贵多少了？你首先拿下来，又真。我两回答你。伊藤能哉哦，伊藤能哉，幕末这大武功，老年渐入佳境。幕末这打架哦，就幕府末年。老年进入家庭。第二，伊讲真侪欧洲上伟大骑马的骑骑士，一块了解，因为啊，一骑马速度，哎，我这个不了解，我了解。第三讲，我讲五十岁真侪欧洲上伟大的哲学家。第一，我讲这个啥物事？欧洲美女心目中最大的情人，我没有答案，我也不会问这种技术问题。我看电视哦，我人唔太，哎，我人表现嘛，唔太讲嘛。我若看伊年轻嘛，我就看伊改好差。看年轻，我看伊改好，我来。我来，我怎么讲啦？我来讲，你要听计划真哦，先讲计划讲我听。好，第二啊，你七十多，伊超过三十多岁，三十岁就写一本叫《经济学原理》，我看伊。对，因全世界上一代的那经济学家得到诺贝尔经济奖那份工，好，你超过六十公公岁时，伊在哈佛大学经济学做教授。哎，虽然介伊懂哈了嘛，就是咱说啦，我想讲彼得杜拉特爸爸，哦，因两个是维也纳大学的，啊，二十五岁到六十五岁，超过四十年，哎，还去跑来请这个小兵。你会记无？你二十五岁时，大家都阿明啦，讲你人生要完成三个，哇！我第下你怎感受？过四十年，你讲看卖啊？我话讲这个，其实伊是全世界上出名的经济学家。伊讲我真啊哦，上满足哦，会使培养国家好的经济学家，我就满足。哎，这到最高境界，欧洲情人啊，徛背啊，那个无重要，伊到境界咯。告诉你，我这也在培养，比如我优秀经济学家，我也在为后世代培养更好的人才。哦，啊、这个做，我想到教会讲的故事了哈。所以彼得·杜拉特也在告诉，也问三个问题，我做一点。你有伊现在告诉讲，你有本地你的年纪的改变的改变，伊二十五岁加。六十五岁无共款，第二，你有对着你的职务的改变做改变，
第三，你有无帮人改变？有使，去不来去想吗？你有没有随着你的年纪改变而改变？你有没有随着你的职务改变而改变？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随着形势让别人有所改变？最好也是做刚刚破除昨天，我把昨天哦，我在你大肚腰啊，我昨天，我讲我红内裤啊。第一个是哦，菲利亚斯，你我无人知影这个嘛。但你若去这个希腊的，这个神庙有迄，迄神庙有迄做出名的神庙。其实恁头本来有迄，迄神庙叫做雅典娜，迄雕像两分空的博物馆。迄是2500年前，我拄仔讲迄希腊派嘛，波斯战争以后，伊既然这国家未来做起一个神庙。巴德勒神庙还好，啊，神庙起好啊，迄个时阵因为宗教，雅典娜女神阿西娜，就将干妈做迄个款，将伊妈做啦，哦，这雅典娜女神刻一小块的标点头，巴德勒吼，啊，等找迄个时小出名的叫贝塔，叫菲迪亚斯，我唔知这个，几乎他也住在那里头，菲迪亚斯，居然了解，哇，是哦，这做掉搞。所以精心作曲，他作水，这小三那个博物馆啊，天了，来看那个新庙处理处理的，啊，等于校方来给要起劲，啊，起劲会帮忙放这校方，哇，安尼贵，那个对啊，对，啊，把人拢收回吼，话说话说，你那收回几多呀？哎，我有话说时间，精心雕刻都能收较贵，啊，这。市政府会计讲讲，哎，先生，啊，你我伫山脚看个神庙无？哎，神庙啊，顶头一个像，远啊看，你凊彩捡捡就好啊，哪要紧？啊，若是贵，啊，这肥料是做神庙，相公无人咧看，你知影讲，上帝咧看，上帝正在看。哎，这句啥话？你想讲大家拢无咧看，你咧看，上帝正在看。啊，第二个故事啊，我讲作紧啊，真个是有够关键，会使做比较。500年前有一个日本的禅师啊 ，Zen 啊，日本叫 Zen， 叫白隐慧和，你上网随查也读得起。白色白隐，隐居的隐，慧智慧的慧和 ，Flamingo 的慧和和啊，你随查有这个白隐慧和，也读见，你上网都查过。迄有迄鸟作祟，伊有迄图作祟，吐啊香味，可能蛮排队。哎，吐。啊，一天啊，学生问老师讲：“先生，吼，啊，你这幅图，你上网啊？对啊，有一只鸟，有一只鸟的话，你只在鸟啊，只在迄只鸟个上面。”老师，啊，这幅图你是偌侪时间练出来？啊，咱知影认残的爱讲。控制关系还是脑筋急转弯嘛 ，brainstorm， 哎 ，brainstorm， 这股因素都在里面。你哪发现因素，就跑到外面做红胎 ，brainstorm 来做红胎去，没有错，跑到外面做红胎。你老师跟他讲，怎会马会长，讲这错嘛？啊，学生讲老师你无侪时间为这包作用，怎会有会长？啊，好，学生讲老师听无啦，你道歉。道行相关了，我跟你讲，这幅图啊是用我18分钟画出来，但是是用我80年功的结论。你听到没有？第三个故事，这宋朝的禅宗公案就是 case study 哈，用 MBA 课的 case study， 我用这故事就结束。那做的比较重要，这跟信念独立关重要。南拳斩猫呢？你查这上面，南拳南边的南拳，最主要南拳斩台喵啊！南拳斩猫，南拳是大禅宋朝的大禅师。有一天啊，老师在上课，啊这边呢东乡跟西乡做的上课，面宿舍东聊西聊了吼，啊一只鸟在说。啊，学生啊，开始争讲，这只鸟是阮这当面宿舍的。啊，西面讲，不是，这阮西面两个，当面甲西面两边学生来，就这只鸟较吵，来吵的。但是不过，
啊，老师就去出题，我出题的，谁老板回答回答这问题，这只鸟有灵魂？我又问哦，这只鸟有灵魂不？你请回答，这只鸟有灵魂不？我感觉七嘴八舌啊，讲几句我们就听无啦。啊，完全哦，你比迄海军陆战队迄个较省，但是菜都吞去，完全怎么个吞去？啊，我打个话，那悲剧结束。悲剧收场，那我这你要老师来拍演戏啊！有一个一上英雄的学生叫赵州，赵气赵赵州啦啊！赵州，州是州里的州啊，赵州的州。啊，老师来讲的故事讲啊，再去啊，大家吵吵吵，我你老师来先说个，才有特别的描写。啊，这赵州和尚有些。故意做管理，看老师讲，怎样围要停起来，去那头壳顶，哦，围要停起来，去头壳来行出去。老师讲，那每一个学生像这个柳州较巧哦，这只猫今仔生命就保佑了。哎，啊，什么意思？咱人规身躯上垃圾绝对是下底，你停起来去那头壳顶，意思讲。你们这些人真是徒增烦恼。你唯独一只鸟，大家拍到要死啊，拍到要去给老师出手给赔钱。你加烦恼的，你把最肮脏的事放在头上面，你不要争啊，然后你都会争到无底钱。哎，这个亚叔说讲讲，你富贵还不如那个山挂里面买一花的，还不如那个麻雀。你独立赶快，喏，我说完哦，这单位比较重要哦。所以蓝泉怎么你有一只猫啊，重点是猫有灵魂无？意思讲，你咧做啥物？啊，做几多条拢悲剧收场。好，我讲这个故事，我等下讲。你人生做结论，一个社会有进步，无进步，一直不是 GDP 啊。就讲你看迄、那个，迄小国丹麦还是迄个尼泊尔。尼泊尔，你快乐指数多少？啊，北欧国家，它的生育率或什么什么生产最高，但是自杀率最高，很多因素。啊，但是这关键里面是你有保持我刚才所讲的，这公民人文主义、这价值观甲信用，你知影这台湾小学多，我严重，中央已经做了统计，四分之一的台湾人哦。一百个有四分之一百分之二十五吼，有精神官能症，即个面一半是忧郁症，一半是焦虑症。忧郁症就是对过去过去的是烦恼跟忧郁症，刚刚讲。啊，焦虑症对未来的是烦恼跟忧郁，所以这台湾四分之一人口里面一半是烦恼过去，一半是烦恼未来。所以台湾迄个安眠药无，这部就方便讲安眠药。吃会使去迄个高速公路去几啊条，是毋是吃？所以这问题，会啊会，转来这個、公民人民注意这個、面向，老师讲的返璞归真啊，还是老师所讲的，你若无像迄囡仔，赤子之心，那心无像迄囡仔，纯净的你无可能解决嘛，这道理很快。哦，我一句话做结论吼，做歹势啊，我。把心就所以恭喜最好，不好意思，谢谢各位。时间无真多啦，我唔知当向黄国龙这个问题，卖咱几台走，那么希望我熟悉。啊，看按下再来吧。就像天天咧讲创造性的破坏，还是讲蓝系啊，是下一代创造下一代更加好的生活方式。啊，就即个头一份过啊，安尼来讲，毋知杨先生伫伫迄个创作上个破坏，对天气规划，对写台湾之主啊变，开始规划变，然后佫开始迄个天气规划歹叫，然后即
最近这两个总统吼，你规划较糟糕无？啊，而且看了为着时代较好的生活，啊，为着破坏性的创造，你唔知当这个只，这个Bruce Tanner， 这个只讲一挂你的心意，那么麦克风先关下，你去做下。刚刚讲展览是有点嘛，但最近的工作单其实拢是美国的那边怎么拍卖一百五十万美金，美国政府会转来台湾无？台湾政府，伊讲伊设计规划，所以伊设计是我设计啊。你做总统，我讲你会使，你会选掉，你要做或做歹，我咩决定？你个要负责，不简单的。我讲你在阿扁问题。对吧？你做总统，你也在决定。但是你呐，谈到这个爱国同胞的公有事情，你该说。啊，我判断在主要是拍第一集，拍。因为主要还有讲情况，这个感情。主要讲无罪，他爱国同胞想要红了，那想要把爱国同胞的迄个调查决定，也什么发生？办完咯，那你办完咯。我要后来我是办，我来挂保你。啊，你哪样钱都没搞，那钱无办法。所以马歇尔将军啊，马歇尔公主的，伊对伊将军讲，将军还是领袖，将军面对形势，形势，将军面对形势是绝对理性。感情提转去给恁太太就好。我坐个所在。你太太讲，看你面相蛮怪个，我知影。但是我十一年前，发以前，我讲阿扁也对。啊，第二，因为我的性质，我是媒体工作者，唔是我家己要做个，是顾客，是观众，也是乐听大众决定我是啥物人。所以我嘛是头脑病个，我爱讲无相关，我爱电脑病，我头脑病，我爱电脑病。昨晚收视率电脑病，我拢。你做现实的啊！你若讲吼，你若当讲到你，你难道无啥物要变来？我电脑变，所以你无保持第一名，那你家己想办法。我先来讲，伊媒体工作者有一个性质，伊是徛伫政治工作者的对立面，爱讲出正面，用这个英语讲哦 ，tell truth to power， 外向中管家风景。所以这个是做矛盾的，上面我跟他保持好的关系，我来给你消息，你就来我。但一方面我不能让你用，我不能让你用，也不能让他管理诱惑，管理让诱惑更，才更，这哪里用？啊，这靠你自己，你不能做官也可以啊，啊你不要直接回来，你来做官，我不专心，我不专心，我就是一个中心的一个媒体工作者，做我家己做。啊对啊，唔对，我无哩，我讲太太讲，太太来看，你听我啦，对吧？你太太讲你听，叫我讲好讲好听，我欢喜些。我做我家己个事，但是我的生存，我听我多少讲的，国民伦理不注意，我跟国人讲，我想要家己啊，我唔想我自己做啊，我自己做。虽不能至，人心向往焉呐！哦，我是说，你只用一种，但这媒体对政治工作者对媒体有用，媒体是绝对爱徛个中管家的对立公权力。我若无公权，我好死放弃。刚刚袂读书，啊，书底还是我们留下来读书参对。来，请，你不要请哈。来，桂林小姐。管理和人腐化，
绝对的观念，绝对的文化，这一讲。所以令人驾往讲吼，讲孔子讲若够艰苦，伊嘛可能艰苦在规个在摸一走。所以杰弗森孔子为，我讲杰弗森为有哪里？我讲八个孔子为，他说，我第一摆我去听我讲七十五。杰弗森讲，再也不要跟我说相信人物啊！我重新讲啊，再也不要跟我说相信政治人物这话。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对人性不信任的基础之上，政治人物就是怪兽，有了权力滋养以后，怪兽就会膨胀，于是人用脚镣手铐把它铐住，脚镣就是法律，手铐就是媒体。我都能去带我们创作之后啊，一些别输雄得一点不松痛，卖公党别输了，结果就那公荣华也输了，华富也输，那叫我输，华光华富也输。基本上女性比贵族是女强，你若典型的读慈禧太后，那她不是变是女强。慈禧太后有爱情观哦，她就是高美下。啊，慈禧太后自强运动也没有多少，都被扭曲。所以，在中国跟中国话啊，华语的数创意就是第三位上的个人，南明、武则天、慈禧的一个过百的一个第一。台湾的进步就是台湾第一个，早几年出现的总统，哪能够发展？美国建国到今年。237年，卖公副总统连女性副总统都无啊，有三星两个嘛，第一是弗拉洛，1980年代嘛，1980，啊第二是佩里，2020年，啊拢无公算，所以台湾在进步性做进，所以蔡英文总统做后做外，不但影响伊家己的历史地位啊，也影响咱台湾安怎看民主，就是这样子。那种希望做好啊，但是，那有咱的角色，那有咱台湾的角色，所以我说，上面做好，上面做好，上面管理绝对无法，战略管理绝对无法，所以靠脚镣手铐靠掉，这个是。在咱们这边，这个中华时代校长伫遮传达给咱分看嘞。唔知校长你有啥物话要咧对话无？做啥物？这就变孤独老人说话讲啊，也正是叫做讲。对啊，塞到嘴巴来。刚才今仔真欢喜，让大家黄老师来到我们台湾做伙来对话，我真好感。啊，其实我台湾感觉也真欢喜吼，因为迄个庄信兄吼，我本来伫电视顶其实拢。真正是，三七就是所讲啊，人手真正真好啊嘞啦！啊，不过今仔听下来，感觉足温柔，吼足温柔。所以今日咱开始讲，今仔讲了足好个。啊，第二就是讲，你因为我是一个大学教授教书吼，啊嘛真正25岁以上吼，啊总是袂高多嘛吼，因为咱真正是徛伫迄个信用甲价值的基础去做教育个物件，但是我真。担忧就是讲，台湾呐，只讲因为庄先生较有机会甲伫个媒体来讲，台湾的教育方向在倒位，要怎培养人才？你拄则所讲的康德的四个目的，也是迄、那个咱人国教科文遐四项物件，迄元素拢足水，但是咱是要怎来落实？当然，我较早甲黄老师咧探讨就是讲，台湾的教育。其实，咱大陆讲政治甲教育袂使入去校园，但是咱缺乏宗教的教育，咱人有一个以神作主吼，所以拄则咧讲民主，但你讲的民主足深刻，啊，总是咱的教育伫民主足标咯。最后一个，我较常常咧学习的，就是讲，咱拢有迄个批判的思考，啊，批判的思考，现在对人际关系有淡薄仔影响。像我你安尼徛伫遐，徛伫迄个正义，啊，讲用你客气讲是电脑镜，总是我相信你的内心有你的坚持，就是
啥物是对甲毋对，足清楚。啊，我是感觉讲，伫咱徛伫要讲啊，讲对诶，讲真诶代志，伫这块哩，其实真正咱有损失一寡物件，这是咱共同所面对。感谢。校长，我只有三个英文，好不好？也什么什么就是，不要再讲话了。欸，我跟你讲清楚哦，咱台湾是好长，敢弄闽南语哦。每一个语言，好不好？弄闽南语。我想看到校长，我想有一过校长敢弄闽南语，校长你知影？日本时代吼，台湾人未使做校长，只有日本人才做校长。啊，一寡山区原住民的所在吼，就校长去。啊，山区啊，无人老师较少，所以校长吼，就要去顺咱教室。啊，看，比如讲在咱旁边下课啊。啊，日本时代只有校长在咱讲经，所以校长吼，看时间要搞开，咱讲经下课了，校长来讲经点讲经。所以最好是校长来搞咱讲经。要加分啊！OK， 啊，今天真无简单，我经过是。中心兄伊陪伴迄个陈志斌先生的时，伊得罪台湾人；伊陪伴马英九先生的时，伊得罪深蓝的人。真侪陪伴的过程中间，陪伴者拢倒落去，今仔伊也搁徛伫遮。所以这是真无简单的事。我爱我仔。以前两个是 ，I will be back always。啊，要找我做一个祈祷，我咧祈祷，买 ，OK。安尼无啦，等下食，咱了了了后，随时爬去六楼，随时就开讲，安尼好唔好？所以咱这个家做一个结束，我那是迄个食饭的祈祷，第三个祈祷。希望你做上帝，我满心感谢。伫搭时代，你建立无同款。替你讲话的人，我拢伫咧努力，我毋忘记这土地通脚步，我拢伫咧努力。我要对人讲话，对事事讲话，总是搁免得我家己成做腐化的一个。就你啊，帮衬、引穿、监控，你做就看，我通徛伫你的石板顶，我用欢喜的心领取你的劳苦。中心兄互阮侪侪真水个启发，愿你坚固伊个心心灵，愿你坚固伊甲伊个家，互牧者个家庭真正会当成做台湾即个社会推动者。愿用欢喜个心伫你个面前讲，爸啊，我感谢你，咱个认真，愿你享受大家心心灵，用正，可是也所有名。OK， 发财。